等师傅。这毛衣还差几件。这是咋了？帮忙的。啊？没有。郭总，你就拿着你的热脸去贴人家那个冷屁股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反正也是闲着，找点事情做。看见了吗？啊？有人不想在二处待了。喂，你的结案报告写的什么东西啊？就这么几个字儿？这实在是凑不出来了。怎么也得写够一页纸吧？这交上去，我连着都来吗？是替他掏奖金的，咱们拿他当自己人，他拿咱们当跳板。那不是因为奖金的事吗？肯定的呀，现在是嫌我们二处拖累他。年轻人啊，要想往上走，这赔礼，七嘴八舌的干什么呀？你们让队长吃饭吧。我觉得调动不像是市里的。哎，你们谁要是认识电影公司的，推荐他一下。当演员太好，太会演戏。我不相信他是为了钱。其实有东人特别好，就是脑子简单类的，什么都不会。啊，他帮着一树抓陈建民那个事儿，就跟我说了，心里边特过意不去。我告诉你，赵志勇，我看人绝对准。你看他现在这副嘴脸，像是心里过意不去吗？一开始他老实，他天真，那是因为他还没弄清楚情况。现在一看啊，一树能立功，有钱；二树呢是清水衙门，这不就原形毕露了吗？哎。处长，坐。为什么阻挠一处？您上次说了，新人应该少说多做，二处事情少，我就想多帮帮忙。勤快是好事，就是别用错地方。那天您在早上说的我都记住了，不会用错的。就是帮我上车说话带尾啊。好嘞，来个。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你这整天献殷勤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刘警官，您是去给陈建民送饭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在写一篇关于陈建民的结案报告，可是我没有见过这个人，犯人的体貌特征我都描述不出来，所以我想拜托您带我去见见他。你知道陈建民是什么人？我知道，是杀人犯。哎，杀人犯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刘警官，拜托您了，这是我进警局的第一份任务。我要是这个报告写不好，处长会骂我的。你的报告写得好写不好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的结案报告还没着落呢。
过得动。你是东吴大学的吧？嗯。啊，我可以带你进去，但是我的结案报告你得帮我写。我出来以后马上就写。谢谢刘警官。
厕所，但是没有找到地方。上厕所你不是问吗？我看你们喝得正高兴，不太好意思打扰。你拖完了吗？拖完了。门口等我。
今儿这酒还不错啊。那是。葛东，你去吧。我？你不是要去吗？你快点。小的是开窗的，大的是开门的，只许开窗不许开门啊！哎，回来回来，急什么呀你？我这总编一会儿送完饭，把隔壁那两个房间都给我看着点，都给我打扫一下啊！哎，到上了。新来的吧？所有人都去例行巡查了，你干嘛去了？浑身脏兮兮的，烤得跟从牢里出来似的。处长，我今天能请假早点回去吗？理由？我有点不舒服。还有，那得赶紧去买药。后天押送陈宪林，二处也参加。别耽误了。不会的，让我先走了。
的薪水，你留着跟我妈用。这是你第一次发薪水，自己留着买点东西。我什么都不缺。听话。哎呀，你们俩还在犟什么呢？妈，这个薪水你拿着给家里改善伙食用吧。都给妈妈了。明天我去多买点小菜，买肉给你烧红烧肉，剩下的嘛，妈妈给你存着啊。我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回来呢。有任务的啊？是啊，买点好吃的。哦哟，讲的来好像你不回来了一样。不管多晚，你都要回家里呀。妈妈给你烧好了，摆在那里，晚上回来给你开好吃宵夜。我先上去睡了。好呀好呀，早点睡早点睡啊，快点呀。我刚才儿子懂事了。好嘞。姐姐，姐，你经常回来吗？干嘛嫌我总回家蹭饭呀？不是，最近警局工作比较多，万一突然要出去执行任务，我怕好几天回不来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多回来陪陪爸妈。警察局西边有一个单独的院子，押送陈宪民的囚车就停在里面。明天晚上九点，你到院子外等我，带上改装油表的工具。警卫怎么处理？这你不用担心，他们每晚都有雷打不动的牌局，我有办法避开他们。知道了，
正好也有事想要找你。加油站有情况？不是加油站，是顾耀东。我觉得他好像有点不对劲。他是不是跟家里交代后事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傻小子心里有个结儿，他是想要自己去解开。这是谁放到我桌上？啊！以后谁也不许带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来警局。谁拿的？过年不过节的，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道歉啊！大风鸡蛋来干嘛呀？哎，处长，嗯，我们今晚上去老丁吃饭，你也去呗。行啊，你们先去，菜随便点啊，晚点我过来给钱。好，谢谢了。明天就要参加押送了，大伙儿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是。哎，对了，处长，是押送陈宪民去天安小监狱吗？对啊，他们一说不都是精英吗？这事儿咱们去凑什么热闹啊？这是副局长对我们的特别照顾。二处现在已经够边缘化了，这次任务对你们准时报到。是。去吧，晚点见啊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吃饭你了？啊？吃饭？啊！我想先把报告写完。行，那你写吧。去了啊！啊，我等等。啊？要什么事情吗？说。锁门。是。处长，明天早上几点出发？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儿。实力游在大昌客栈被劫走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？你分析过吗？我想过，可能是共党的线人在碰巧看见了。我从来不相信巧合。我们把人藏得那么隐秘，除非共党有前脸顺风耳，要不他怎么能知道啊？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过不去，就像长了一个瘤，越来越难受，越来越惶恐。因为在我看来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，就是在我们警局内部出了问题。您是说有内鬼？对，当然了，我对你是完全信任的，不过过了这么多天了，我实在找不出第二种解释。要不要向副局长汇报？不必，现在还没有证据。不过倒是一种警示，他在提醒我，即使在警局，大家穿着同样的制服，但是谁的制服下面藏着尾巴？没有人知道。明天就要送姓陈的去监狱了，如果您说的是真的，这次押送我有一个新的想法。
该休息去了。你找他有事？不，我要进拘留所。通行证。我好像没带。没有不让进。哎，警官，我白天来过，落了点东西，我拿了就走。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这是拘留所，没有证件，任何人都进不去。那我再找找。到底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，你废什么话？徐警官，